果另一半要你签婚前协议，你签唔签？今时今日好多人离婚，大忌都大好多。喂，朋友，佢哋话其实香港系唔承认婚前协议，会有一个参考价值咯。试过帮人分过最多系几多钱？最高纪录嘅赡养费咧系12亿嘅。不正常爱情研究所今晚11:00，82台 J2。